立委陈以信爆料了，故宫人员在作业的时候不慎打破了谷物，而且院长还下令要求相关人员封口。对此，故宫院长吴觅察在今天坦言，一共有三件谷物破损，下午也召开了记者会说明，证实其中一件青琼龙青花花卉盘是院内的作业人员在工作的时候作业疏失，不小心从工作台上掉落到地面。 事发之后呢，随即也依程序通报至院长，还强调相关人员都自责到睡不着觉。还没对外展出珍藏在国立故宫博物院的三件古物就已经被损毁，院长亲上火箭证实，更坦言其中一件是人为疏失。 碎成三大块，还有些微小碎屑，盘形几乎毁损，就是这一件青乾隆青花花卉盘古物，在111年5月19号时，因为院内人员在进行文物整理的作业过程中，疏忽不小心掉到地面。同仁站着可以作业的高度，但是地板上面有铺地毯，不只是自责。 都睡不着觉的。毁损的文物不止这一件，即使包裹内有棉花裹住，但人员在掀开包裹后，发现本该是完整的瓷器已经裂成两半。另外，还有这件明朝古物，同样是边缘裂成四大块。院长也亲口证实，这两件非人员疏失，是在去年2月、今年4月，人员开封后才发现毁损。 院方强调，文物件价金额高，不论是一般文物或国宝，皆无保险。外界担忧文物一旦有毁损，是否由人民负担？人为疏失，责任归咎该算谁的？非常严的低于刚才你说的数目，在这个调查，我医师的责任，我们会送考基会。 至于院长是否真如立委所说，在事发后要求下封口令，为了不留下证据，相关文件以最高密件处理呢？绝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保存证据，任意提取、检视、迁移这三件的文物的话，那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目前两件非人为疏失的古物已经在修复阶段，而另外因为人为疏忽而掉落地面的古物，则要等到责任厘清后才会进入修复程序。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骨瓷器一旦摔碎了，要怎么修复有办法完好如初吗？文物修复师表示，其实瓷器摔碎了是真的有办法恢复到肉眼看起来跟原本几乎一样，但是要经过相当繁复的大工程。首先要把碎片重新拼接，填补细部的凹陷之后，还要修饰弧度。最后一个步骤也是最具难度的，就是要重新补色。实际看到摔坏的南宋龙泉坊官窑笔洗，经过修复师的巧手。 真的看不出碎裂痕迹。停在它缺损凹陷的部分，轻轻刷上胶体，补起缺裂处，让破损的骨瓷器能重获新生。经过修复师的巧手，补好的瓷器跟原本的样貌至少可达95%的相似度，肉眼看来几乎一样。像这块南宋龙泉仿官窑笔洗，光滑平整，色泽温润，看不出曾经受过重创。有一半毁损破裂，而这修复的鬼斧神工，可得耗费。 不少时间，坏的话，一个月那长的话1-2年都有，要看它本身的结构，那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难易度。想让破损瓷器看起来毫发无伤，必须经过一番大工程。首先要依照瓷器材质还有毁损程度挑选出适合的粘着剂，把架构完整拼接起来。接着填补细部凹陷，再修饰弧度等形体完工。最后一个步骤是全色上彩，就是要把颜色涂到跟原本一模一样。而这一关最需技巧，难度最高。东方的瓷器它比较偏向于它的釉色，它釉色是比较层次，所以你必须要。 在那个层次里面一层一层慢慢叠上去，慢慢叠上去。虽说瓷器毁坏还是可重修就好，但不可能完好如初。古文物得细心保存，避免留下破损遗憾。记者综合报道。 苗栗市国华路上午10点多，突然冒出了近4层高的喷泉，附近的居民惊呼说：“行经的民众呢，都被眼前的画面吓了一大跳。”经查发现，意外现场呢，当时正在进行人行道的工程，疑似是施工不慎挖破了地下水的自来水管线。而这个辖区警方赶到了，将周边摆上三角锥，避免人车经过，衍生意外。 自来水公司第一时间也赶紧派人来进行停水处理，这一度呢造成了10个里的住户用水受到影响。工程人员赶在周末之前修缮完毕，将厘清相关的责任归属。啊，喷出来了。
强力水柱从路面下方喷出，施工人员瞬间变成落汤鸡。苗栗市国华路28号上午10点多，突然出现好几层楼高的喷泉，吓坏附近居民。有没有2层楼高？跟招牌一样吗？你们招牌是几层楼高？3、4楼。有很大声吗？没有听到声音啊。路过民众被眼前景象吸引，甚至拿出手机拍下这画面，大马路仿佛变成了观光景点。辖区警方获报，立即摆放三角锥，避免人车经过酿成事故。原来发生意外地点在进行人行道施工，但相关单位事先没有通报水公司会勘，才会不慎挖破水管，造成至少10个里的住户一度用水受到影响。这个是过桥管嘛，管这有水沟啊，所以我们的管子是比较浅的、然后他们在施工的时候，他们没有叫我们来会勘呐、然后他们就不小心打到了。水公司第一时间全力抢修，赶在周末假日前将水管修缮完毕，恢复正常供水，后续将进一步厘清整起意外的责任归属。记者张杰苗栗报道。财政部关税署台北关全新通关资讯平台在24号正式上线。原本新系统是希望提高作业效率，结果因为仓储人员人力不足，反而出现了货物延迟跟遭到雨淋毁损的情况。现在不仅消费者抱怨连连，电商跟报关业者更是对于新系统仓促上阵感到欲哭无泪。Look what happened to this box.经过超久时间，货物终于送到手中，打开一看超傻眼，外包装的纸箱都湿烂了，里头的芯斜成泡水货，而且这还不是单一案例，撕成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去交代呢？电商业者哀声怨道，平常3天就可以到的商品，现在等了10多天，终于拿到货物却湿的湿，烂的烂，让电商业者心急又愤慨，只能报废处理。原来是台北关24号通关资讯平台作业正式上线，物流业者线上填表单，由货储人员处理货物。不过17号进行压力测试时就发生问题，他没有配套措施来让这些货物消化掉，那很多导致很多货物就放在停机坪上面。去吹风日晒，还有雨淋。因为仓储人力不足，导致货物累积一堆，入出货速度变慢。下雨当然只能露天淋雨。餐饮业者一定是配合的，那但是餐饮业者配合的是他的软硬体设施没有办法完善。比如说他叫我们登入异常，那我们即时画面去监控，完全都找不到。尽管新政策用意良善，但瓶颈问题不解决，民众是否能拿到正常货物，也只能碰碰运气。记者林柱强桃园报道。